还记得电影《控制》中引得男主角欲火焚身出轨也要爱的抢眼女配角艾米莉拉塔科斯基 Emily Ratajkowski 吗？1991年出生的她外貌抢眼，拥有超胸上围以及甜美脸蛋，是无数粉丝心中的完美女神。她近日在 IG 释出多张火辣居家照，令粉丝超开心。艾米莉在几年前就凭借着 MV《模糊界限》（Borderlines） 一裸成名，取得进入好莱坞的敲门砖。走红后，她不改火辣本色，仍是定期在网络上分享唯美辣照，让粉丝相当惊喜。照片中常见她穿着款式特别的泳衣，对着镜头大放电，会说话的双眼加上玲珑有致的身材，相当吸睛。艾米莉拥有修长美腿，图斜线翻摄自 IG 2017年11月19日。艾米莉的居家性感，粉丝大赞，图斜线翻摄自 IG 2017年11月19日。艾米莉的后背线条超吸睛，图斜线翻摄自 IG 2017年11月19日。艾米莉对于自己的身材相当有自信。图斜线翻摄自 IG 2017年11月19日。